这是大家传说中每一个人床上都会有的成年小贝贝吧？那我前女友送的。哎，这好漂亮啊！我们现在进去。带你的小贝贝去了。冬天好像可以哦，感觉蛮冷的。好，那我带小贝贝一起去，说不定用到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这里？你跟你的小贝贝去就好了。我要回家了。为什么突然？干嘛啦？我载你啦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我没有想到，只有一条小贝贝你也会留，所以呢，就去买了你的小贝贝给你。白摩羯座啊！怎么了？其实那天我是因为。不喜欢你用前女友的东西，但是我后来自己想一想，又觉得这样好像太小心眼了。原来是这样哦，那你早跟我讲就好了嘛。讲这东西不用白不用啊，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就不用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我其实也买了你的新小贝贝，真的假的？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数到三，把它拿出来。好啊。一、三。学我哟！我没有学你啊。干嘛学我买蓝色啊？那你不要。跟我前女友说了。等一下，你觉得很美吗？比较舒服。哪有你美？好看。